好的，欢迎收看，再次回到2022 PCS 夏季联赛，来到今天的第四场的一个对决了。那当然，在第四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要跟大家来稍微了解一下本次的赛事，由 Red 及凯悦行销共同主办来进行赛事的转播，由中国信托银行赞助播出，在脸书的官方粉丝专页以及 LOL Sports 网站都能查到最新的赛事相关资讯。那在12月31号以前呢，刷中国信托英雄联盟信用卡，享指定的游戏影音、动漫、数字手表、云端主机最高10%的现金回馈，这个10%包含了原产品的回馈，加码归户上限每个月300元，不用打了。看 Netflix 刷这张最高就有10%，而在9月30号前信用卡新户申办，消费满额再送刷卡金500元。好的，我们在今天呢开赛前，大家都认为说一致的这个就是左边帮会胜利。那但如今现在已经是接连的有一些状况发生，我觉得在接下来比赛那不好说了。这样还蛮好的，是总不要就是开赛前就知道谁会赢。没错，确实有一些就是爆冷的状况，我觉得对于选手啊，对于看个粉丝应该有不同的一些算是兴奋感，因为确实下课上一直都是大家喜欢看的东西。没错，那今天的一个比赛就看第四把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会展现呢？又是下打上吗？没错，因为今天其实多半的比赛都是就下课上的局嘛，那就看一下究竟今天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马上先来看一下蓝方出战阵列喽。那在我们蓝方出战阵列，今天看到是台北 J Team， 上路今天上的是 Rock 啊，打野空月。中路 Uniball 下路6V 及辅助恩座，刚刚以为只要唱起歌来了呢，好像又换新的一队，是因为我记得昨天是 Driver， 那今天就是 Rock，就是 Rock，OK，我们又换了一个人，没错。那台北战队近期就是他们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外物有一些干扰，所以他们在今天这一周甚至都没有来到现场比赛，好不好？那也就是让他们在这个基地里面，那空月比了一个赞，看起来身体的恢复状况是不错的，是吧？那也期待这个台北战队健康之后能够再回到我们场馆里打嘛，对不对？我们这边来到现场比较有比赛的 feel 啊。没错，那当然在今天的对手也来了 S9 Stanger 来到了比赛的场上了，上路的 Nonet 打野的阿拉西，今天的中路是谢嘟嘟，而在 AD 位今天是阿星，而在辅助位今天是 Caspio，又是一个不断在轮调的一支队伍。我觉得目前 S9 好像就是固定是这样，只是他的下路线呢会因应玩的角色嘛，因为他们好像不玩纯射手，目前看下来，对，就他们会玩什么色拉芬啊，配个什么阿姆或配个纳蒂鲁斯，是，就是他们比较不会按照排除法。我记得昨天是不是玩一把尼可，印象中就是他们就是不玩射手，所以今天下路线摆谁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你选到什么角色，你就会因应那只角色，然后去做一个人员上面的调整啊。但至少在第一轮末，然后甚至第二轮开始，他们就基本上都是以这个阵容为主了。没错，也是快速的确定了吧，算是近期这种比较轮番调阵的队伍当中比较快速确定自己阵容的队伍了。来看一下，双方是阿拉西及空月打野的一个算数据对撞。那在空月的话，自然在成绩上比较好，所以整体的数据看起来挺不错的。不过有几个重点嘛，一个是团员参与率没有想象中高，再来是8分钟就是预示者那波他本身的经济差，就是可能会跟对面差到70的情况下，真的会有可能6人打5等的局面。我觉得就是主要是看角色啦，因为目前看下来，空月他玩这身角色，其实以前面的 gank 能力都没有说到太好。你可能就基亚那可能前面3等的时候有去做一波月塔的强杀，但因为这个版应该说更早之前的版本就是把英雄的体质都改得比较好一点，所以这种月塔强杀会比较少看到。那相反的，阿拉西至少有选一个什么特朗德，或者是镜爪，他也虽然也是刷，但如果你在野区的碰撞来说，这两只角色在一打一都是非常强的。是哇，现在我们看到台北战队 Rock 那边是兴奋到模糊哦，很嗨啊！今天换我上场了，因为我自己有去统计一下 Rock 跟 Driver 的上场的算是次数啦 ，Rock 稍微多了一点点。是在有 Rock 加入之后嘛，就今年的夏季赛，没错，就是这个也是可能找一个时机点可以去问一下他们的后勤，有没有蓝红的这种状况。我们以前最常辨别的就是什么蓝某位中路选手，红某位选手，对 对，这种状况，觉得有可能有在蓝红方有这种独特的战术。但这样子其实久了，就是如果各队后勤有去做一个研究，其实也会很明显。是对，那总不可能，如果真的现在是例行赛嘛。可能还不会到太明显，你到季后赛，蓝方就上叉叉叉，对，红方就叉叉叉叉，对对，这样子其实也战术比较容易被对手给摸透，没错。是，来看一下台北战队了，这里在被那两个 AD 的情况下，亚菲迪欧成为了首选，台北战队也很果断拿下来。那要露西恩啊，因为我觉得这次有点抓准对方不玩
射手哎、欸，是对，还是今天要拿了？三娜、三娜、坦肯奇这种的也不太算是一个完整的射手嘛，不太算正常的射手。哇，他们难道要挑战最难的路线纳米吗？是我记得这位这个阿星是以前是教练吗？以前是教练。教练通常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是他的年纪比较大一点，哦、对吧？所以你要说操作比较不好。哎、欸，这年纪比较大，所以就是可能路线这方面的话，就相对辛苦。他可以玩纳米啊。哦、也是，对但 Caspio 本来是打打野的嘛，是，现在要来打下路。但他S9 之前是有玩过三纳赛恩的，所以他不一定会被坦肯奇，说明等下那个悟空走着走着跑去三纳悟空了，也去下路位，对，也是有可能，这里就还是有一个错位的效果，就几混淆哦。那这里波比塔利亚吗？如果要照着这个算是比较 meta 的走向的话，还不错。哦。那当然 ，Uboy 还有守这个阿里嘛，直接哦阿里被 ban 了，你还是要拿瑞纳达，瑞纳达还在的话，感觉又左边可以拿瑞纳达了，就是恩索的瑞纳达是可能目前 PCS 玩的算是比较好的，哇、哦，他要拆对面的组合，是直接拿坦肯奇，嗯，这是拆组合啦，但。欸、在禽兽面上如果有做到的话，就是右边不一定要配坦肯奇，没错，就是、他们的玩法是也可能配色拉芬都有可能，是，但是拉芬被 ban 了嘛，啊对，现在就看一下其他这个下半部有很多能配的、啊、科加斯赛特什么，在以前也都有看过，啊、加里欧也有嘛，没错，在下半部，甚至更早之前还有什么蓝宝。是、超级多，基本上就看你有练什么套路而已。是，那 S9 的话，自然角色值上面，我觉得是不用担心的，因为他们看得出来，他们这个队伍角色值本身就偏多。这里就看一下，要不要继续藏那个悟空的位置，或者是继续让对方更难抓到下路线的组合是什么，都可以。如果稳一点的话，我赛恩、又来了，那就是又是同一个下半部的组合了。当然不排除这个赛恩有可能错位啦，那不排除，因为赛恩其实走中路的那个推线能力也是很好的。这场 S9 就是先把所有的阵容给打乱啊，让台北战队在冷方的位置 BP 没有到这么好做，有点那个前面。第一把嘛 ，DWT 的感觉，就船长波比那一套，对，就是让你会在后面的四五边比较难下手，是 BO1 的一个优势，就是这种混淆的一个 BP， 先手做出来的都会有一定的价值存在。那在台北战队这里的话，开始要犹豫了，这种 BP 要怎么去选择？可能就 ban， 如果要稳一点的话，这一天就四五边去 ban AP 角色啊，因为右边现在很明显缺 AP。是，欸、这个是 ban 了 No Name 的达瑞斯。这个是，这之前好像我记得 No Name 的比赛都会 ban， 以前比较放在前三 ban， 但就是后面是现在放到第四 ban。这样其实透露一个讯息 ，Rock 这把要么是酒桶，要么是主女，是，就是基本上好像这二择一跑不掉，或者是二二啦。就是你不能遇到这种专砍肉的这个超强斗士，是对，那可能这把 Rock 就是来玩这种扛线脚的。那看一下，这里是库奇，哇，那这里是把中路的 Uniboy 角色也稍微的做一下针对，因为毕竟右边也很发育嘛，就不要再让对方拿一只这个大发育角。但其实 Uniboy 他如果真的要发育的话，他还是有阿奇的这些角色，只是目前以他玩过的角色，唯一最后期的角色就是库奇。他阿奇尔跟维克特都是没有选过的，没错。哦，是个蛮王，哎、欸，还是他要玩是官吗？船长啊，哦，船长也是，有可能是船长。是，哦，那在右边 S9，、哦、这里要抢对面的阿抢阿奇尔，就一个发育症。嗯，这场的打慢，那基本上这个塞恩，我觉得摆下的几率就挺高的了，因为这个时间点再往上去摆的话，好像价值就没这么高。看一下，如果对面上路是坦的话，也不是不行，因为就会变成两个肉互打嘛。哇，那这样三娜要再配其他角色，就要看一下了。哎、欸，对，就其实选择蛮多的，特别的阵容，要么就有特别的阵容存在。啊，那果然是船长，因为 Banner 蛮王就有点那个味道就跑出来了。直接上半部开亮。那中路的话，塞勒斯可以拿，还行，就也不是不能接受对局。那这里的右边上路线。这个时间好像要有一个可以处理船长的，因为前期其他线路的节奏基本上已经不会带了，但代表打野能帮的可能只剩下上半部了。这里最好好像是选一个可以打船长的角色，然后让他跟悟空去联动打上半部。那要想的另外一点是对面有塞勒斯啊，如果你拿那种凯能手上去打的话，会让他多一个大局给他。哇，是吸血鬼，这是算一个老久的康特，老康特哎、欸，老康特。哇，那这里确实是要往上半部去打。哇，这把选完我好想投右边哦。你觉得他们无敌了是吗？我觉得，那这当然是在不看 ID 的情况下啦。是，那 ID 加进去了，我觉得胜率是怎么样的？我投右边了。你觉得这把 S9？ 我觉得这个以线上来看的话，它的上跟中都是优的啊，打野基本上都是 cover 线路而已，应该也不会主动做事。那下路线，可能亚非利又会过得很爽，但塞恩也是推兵推得很开心。那真的拖到后期的话，右边的后期比较强。是。那我会投右边，
那我个人的话，这个不看，我先今天先不看 ID。那我都坐在台北战队的前面了，我觉得是投台北战队，因为我不能跟众神点数过不去。那这场比赛确实，因为 S9 我们都知道他们近期的进步程度是，哎，是有目共睹的，没错，看得到的。前面数据我记得在之前好像他们中期的时候，第一阶段的中期，其实打那个经济，我记得15分钟是落后3500块、嗯，近期再看的话已经是2700块了，就他们这个目前前期落后的状况是一直在往下降的，状态是不错，但现在问题是我认为 S9他们还没有看到大后期的世界，他们这个阵容我觉得选的太后期了，就这个阵型对于台北战队来说就是有经验的队伍，他们本身在控制这种营运发育，你去撞上的情况下， S9 我认为他们只练了前面嘛，就是前面的前期怎么带动，但后期的发挥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些比较瑕疵的地方。其实论如果前中期团啦，这个塞恩跟三娜会明显比汤肯奇跟亚飞就强上很多，是，那当然左边真的要来打前中集团，他们比较能打的也是这个塞勒斯而已，或者是波比，他要有一个很好的发挥。但因为本身空月他的波比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玩了，没错，是可以去相信。但我是觉得我是给这个邪鬼一个 respect 啊，他愿意选，他愿意选，我觉得你愿意拿出这种硬 counter， 就是你在线上一定会打出优势，因为邪鬼不怕波比变，老实说，他有那个血池在，不可能被定抢。是、啊，如果能被定抢的话，那导播再帮我换票，来不及了啊，还想换票？就是再帮我换票，正常来说是不可。可能啦，甚至你连吃到连桶都不太可能，你只要愿意按那个血池，你的反应不是40岁或者是什么50岁，应该都还行吧。我认为40岁跟50岁也是会按到，也是按到，就那个桶子撞过来，所以就是基本上不可能被炸到，你知道吗？而且我刚看他带鬼步，你真的被炸到了，你也跑得掉，没错。所以这个血鬼基本上在这把的发育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中路线阿切打这个塞勒斯应该也是推的会相前面会相对舒服，看好几把了嘛，对，看好几把，前面都是会推的，是，那就看他们推完之后能不能多做一点事了。哎，我比较担心像 CFO 那一把，就是可能打野怪打个闪，中路就突然不能推了。是，就前期开局如果左边愿意多花点资源，就是牺牲空月的发育去创造线路的优势的话，那这个节奏台北战队其实也是蛮明了的，知道怎么去处理。就看这个邪鬼，哇，他还带艾莉哦，这个线就是要来打最凶的一种。哎，带一个点燃也是有给到对手压力的。另外一边还有点这个焦灼，空月偷偷摸摸的走进来了。啊，但他这个放眼应该是有被察觉到的。是。过来看一下，悟空应该是往下刷，而且有换扫眼的话，可以叫队友过来吸那根眼睛焰，这样子还蛮舒服的。是，然后 S9 其实，某方面我会觉得这一把他们有觉得赢的原因是，他们这个阵容蛮简单的，就是反正就是弄。哦，然后团战要打的话，就是那个车冲进去，开进去，然后什么悟空也开进去，是，就他们的团战画面会。不用那么复杂，就冲进去，然后大开大，没死就我们输。那这种局面确实对 S9 来说是相对简单的。哦，这里反而是要下往上，我可能想说自己是三娜赛恩也做不到事吗？对，也不用推。那这把打野，我觉得看他有没有套路。现在打野套路蛮吃重，就是三等之后直接在线上搞点事情。嗯，对，就不要再一直刷，因为现在刷野普遍都不是选野和角啦，就是刷野的效益没有那么高，是还是以这个线路的优势为主嘛，尽可能去多做一点投资。那最后的话 S9 是开完之后直接要走线过来，哇，那这个消耗的话塞恩，哎呦，这一举有举到，举到，而且是举最久的，哇，这个小 B 的头有点破啦，血量是有点低了。但另外一边的话，帮挡 Q 啊，继续也想骚扰，但对面反而要回推了，这两个巨幅毁灭把你线给推了，好猛哦，这个组合。是不是有点无脑哦？再 Q 到，继续骚扰台北真心，这下半部的线可能要直接让喽。哦，这个没办法，这有点推不动了，要而且已经喝水了，看能不能红刀把血补起来吧。不过有趣的是因为这个推线不知道是 S9 沟通好的吗？悟空要刷上去的话，通常是不太会看到线直接推的。我觉得主要是他们这个线的抗压能力好，而且主要是在那个局，我觉得刚刚那个局辅只是为了清兵而已，但举满，然后还举到小 V， 这个线就突然变得超优。是，那对，然后竟然放根眼，然后看到没不知道有看到没有石像吗？知道的话就知道空月已经往上，那他们下路就可以继续推。是，他就是每个辅都举满，然后就推完，然后就没他的事了，就走了。哦，好像对线过得还蛮快乐的，不交流，不沟通，交流，每一会儿就是举这个辅。哦，这里看起来 S9学会了一个心法哦，前期对线问题我们就不交流，所有人都是推完就走，而且上路线默默的污浊药剂这个顶完了，在另外一边顶，按说是直接顶到了 Casby 哦，小 B 交了一个闪现红刀的 Q 技能，继续的追击 Casby 哦，补一口，自己的补一口，不过另外一个 Q 技能命中的同时，最后。用了红刀特性并没有将对手给击杀，不过小 V 这波跟恩素的配合直接把线又给打了回来，可是他这样是赚的，他两招换对面三招，是只要没有死都是能接受的，而且
本身三大就站在后面嘛，现在没有血量，慢慢用 Q 拉起来，然后冰还是让赛恩去吃。没错，我这里对面是真的硬哦，反而是亚菲利欧这角色前期本来就伤害本来就比较低，梦想 对，就算真的顶起来，一路追着打都还是没办法。而且这个线的压力也不怕什么，波比突然过来来做一个越塔强杀，这个赛恩清兵线有点太快了。很容易可以将线给顶出去哦。嗯，三大默默的就血已经吸到三分之一了。是，我来到了东路位。接下来 ，Uniboy 直接把谢嘟嘟给从空中打下来了，一套伤害是换的差不多，没有说特别多的领先哦。但这里也是这里要月有机会越吗？直接往下推了一轮，就是、过来要秒三大，想直接杀吗？哇，但已经被看到了，而且兵线超难推啊，只要有那个塞恩啊卡在那边。哇，没办法，没办法，线挤不进去，而且，三娜的血已经回默默的回到三分之二了，哇，还要再来，我被发现了，但我还是要杀，哇，曲阜冲过来，目标是谁呢？看起来是要杀塞恩吗？没有，后面推空月，什么意思？推了一个小兵位移要走了，逼了一个 TP 可以溜 ，TP 逼出来了，怎么样？TP 不错，刚刚其实三大打得很细节，他就是不往墙站，所以他不会被定墙。那波比一推之后，反而推远了。那这个 TP 下来，虽然没有做到任何事情，但至少确保下路线可以持续的玩。而且波比这里没状态了，那下路线的血量虽然阿星血量有点低，但也不会再被越。没错，对，那至少就像刚部分讲的嘛，至少我们先对线，我们都先 hold 住，是稳稳的过。对，稳稳的过。哇，但中路打出 TP 差，这现在。双方中野的这个协作速度 S9 会慢一点吗？好，这里就来帮推这一波回家，而且这样子右边的下路线会先回哦，他们回补完之后是可以先看这个龙的。是，对，而且赛恩是有 TP 的，也不怕回家之后空月直接动这个龙，因为赛恩会直接 TP 回到线上，然后直接看着这个龙。没错，而在另外一边交完了 TP 之后的 Rock， 这波对线自然就很舒服了。哎，站眼上回好像有点懒，但 recall 啊没事，但他有 TP 了，他也是可以回线上的。是。对，这里空月可能会因为这个 TP， 对这个龙下手的欲望会比较低一点。看一下中路，因为这波线还蛮大的，如果配合 Uniboy 的话，是有机会碰碰看龙。是，不过确实推完一波六等 ，Uniboy 这里看要不要跟打野联动往下半部去转。这个塞恩还不回，他还是坚持要把这波边吃掉。还有魔力，就还能继续发育。还能继续举吗？那个手还没酸，你知道吗？没错，继续举。只要还能发育，就不会走啊。然后三大是直接补了一个三速血啊，这样子好像也不怕被舔到了。是，对，那随时可以补线哦。三差钱啊，他好像还要再推、欸。是，哦，这个有 TP 的玩法是可以这么贪心的吗？一直发育啊，一直发育吗？是，完全不用算回家时间，反正我赢一个 TP， 这里随时有线的问题，直接 TP 再回来。他又把这波片洗掉了。快乐回家，哇，好舒服哦，这是角色。而且这波不被卡线哦，这里直接推完，甚至他。也不一定说要需要直接交踢的，因为看一下有没有要去防这个龙了。是，他是直接火斗，然后加物防，我他好像不会死，还是要交踢的。对，交踢交踢。是，就是这种其实概念是你找尤其是下路线啦，本身交流就不会太多，你就能交就交，然后继续推这个线。是，哇，那这样子可以继续压线，回到了上半部。Rock 这手枪好像已经把 Nonan 头有点打得摆不了手了。要看一下 Rock 他要不要出重创啊？你没有出重创，其实真的要把 No Name 直接换掉也很难，因为只要等线进塔就慢慢吸，也是可以把血量吸回来。你说发育拉起来，哇，这把小龙没人敢动。就像刚刚讲的嘛，波比真的要越塔去做一个杀这个血鬼，除非这个血鬼自己失误，是，对，不然也很难。所以现在就变得空月会比较没有方向，主要是下路线不能推，那这个龙就不能控。哦，那这里的节奏目前确实是被 S9 给挡住了，他慢慢的吸回来了。大局也快要转好了，接下来还有拼杀的本钱。感觉想顶哎、欸，抓一个三娜闪现还没好时间。最后是顶的是阿星，抓的是塞恩，红白刀，显然已经下去要杀阿星，直接赶紧撤退。一个飞刀的小 V 被巨斧兵给断了之后，只能撤退。但另外一边空月竟然从龙之走了出来，控到了 Caspio 往左边想要加速吃了一个治愈，想跑等着悟空的支援。阿拉奇确实也是过来支援了，想顶往前，恩硕直接往前一顶，三娜已经升天。人头是给到了交大下来的船长这里在吃这个蓝，那应该是可以接这个小龙哦，是抓到了一波红白刀的机会啦。阿星觉得自己的坦度够不会死，但没想到从河道撤退的人直接被空月抓到了。是，这里一个声东击西哦，没想到三娜最后成为了台北战队的目标。空月刚是直接，他是可能是海克闪现下来的嘛？对。
所以直接是包抄包围网抓到了 S9 人员，这边就拿这个龙，算是有打出一波节奏了，而且这样子亚非利欧也会相对舒服一点。重点是下路推完这波，他们还可以回家之后看一下那个预示者。没错，这波节奏上是完全没有断档的，资源是有机会全拿的。对，这里回家他也不刷下半部，可能要去稍微守住那个预示者。没错，这里爆推一波，我有但被断了啊，那好像走不了了，好像他。回家都是偏皮的那一种，哇！这是绿白刀，可以直接点这个塔前。是，哎，走这边直接想开，吃的速度没有到很快哦。啊，没办法，这个自己吃。是，自己吃一吃可能要出事的哦。台北战队的选择是双人组直接留下来，卡住对面，拒绝骚扰。阿信的血量掉了非常多，小 V 也没有魔了，对，应该还行。但可以用自己的这个远程枪继续骚扰。好像这波线依旧是台北战队的优势，还是可以点塔的。因为对方没血量，这波应该是不能再赖了吧？哇，他还要再赖！哦，赖的同时，阿拉西在上波也传出了捷报，拿下了预示者。那这一波听到预示者，瞬间台北战队直接往下去转，残血中的 S9 人员退不了了吗？一个推留住的就是塞恩，塞恩瞬间在塔下死亡。恩座吃了一口空月之后，往左边直接撤退，连续的一个缓速让这个尸体已经是倒在了地上，好像要再来一次哎！哦，这一次两次想要再来哦，但这里是知道的哦，没错。哇，这个他们是可以玩的那么皮的吗？就觉得真的不会死哎，是，因为他其实可以回家，然后开车赶快往下冲嘛，所以掉的塔钱也不会太多。但真的是已经剩300滴了，他还是坚持不退，然后开车回来。对，刚刚不是就这样子回家，然后开车回来守就好了。现在想法不一样了，反而多掉了一颗头，这样有点伤。回到上半部的位置，是 Nonet 准备来操作一个大绝，先拉掉塔的范围，但也没有小兵了。但悟空好像没办法去越。是，而且 Tank 起来了，这波恩座偷偷摸摸的在后半边保护 Rock。那悟空这里感觉是要杀人拿，然后丢预示者的吗？这个位置，这里线挤进再挤进去一波的话，也就会越了。可是钢普这边是就比较。比起刚刚三就比较乖，就回补之后状态补满再回来。是，那悟空自然也没什么办法啊、哦。那些长期的 recall 看起来目标，这个预示者释放要从上半部转为中路，右边就继续弄吧。好像现在也只有这条路走了。是，对面拿两颗头是他们的事，我继续发育。哦，但这个扛压是真的蛮厉害的，就死了一次，但还是没事，还是可以站在脸上洗笔。是，而且对方是有月陨重炮的，他都不怕。你定住，然后把我顶起来，但你伤害不够，我还是可以走。哦，那中路就有点是比较偏纯对线，因为两边打野好像都没有过来影响嘛。那 CS 是 Uniboy 是赢了将近20值啦，有点多。这波中路的压力在画面没照到的情况下 ，Uniboy 这波线路处理的是非常到位的。然后就那嘟嘟这里应该是比较痛苦。另外一边我又开拆了，哎，快乐开拆，这里想要推过。推配合 gank 吗？哇，那没练到，那应该没了。继续骚扰一个闪推，强。那被留住的瞬间，谢嘟嘟虽然也交出了大绝，想要一技能这边的空域的闪现给顶了下来，只不过人头最终由 Uniboy 拿下。后面位置还想进场吗？阿拉西跟 Caspio 想尝试无极风暴转了一下，但没有太好的一个效果。下半部小 V 用这把定住开始连点，但这两把枪的伤害说起来不是很够，一直缓速骚扰，再给一个大恐怖之力，想躲一下走位，最后没有躲掉。伤害继续的骚扰，还有三成，阿星是成功吃完了小 V 所有伤害，成功的跑掉。小 V 的运气蛮好的，在另外一边暴击两次，是海克斯闪现，空月闪过来抓到是弹球果过来的 Caspio， 连着 Uniboy 想打伤害，哇，那你这样下路线好像要死嘞，自己状态掉太多了。是，阿星怎么办？想要出去吗？还是多吃一点兵？交了一个闪现想跑，但还是死在了塔下。那这里就只能拉开，甚至这个亚非利欧贪心一点，可以再点这个塔。哦，但兵好像被敲光光了。不过他还能再抢一波兵线呢。对，然后这里就丢预示者嘛，打一个镜像的交换。哇，但其实刚刚那个谢多多其实有闪，但他没有反应过来。如果在对方Uniboy偷他大绝的情况下，他反应过来的话，其实这波就是。直接拉开，和平的拉开。没错，你看这边就是一个闪现推，但他有闪，他并没有反应过来。然后这也是被接了满满的 CC， 后面想要一拉开，但哇，空月这边反应超快。虽然好像第一排就挡到，但还是交闪现去稍微去确保一定可以挡住他。没错，那个圈圈没比想象中大很多。对。这边挡到，直接把谢嘟嘟的人头给留了下来。以外，东半部的优势，这里 Uniboy 领先非常多，现在可以开始跑线了。还有这战队这节奏中野的一个带动已经正式的开始，不过下半部 S9
这完全是不交流的组合，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们的。是，你要杀就杀，我死两次，但我可以再推塔。继续点，因为什么？我就是推线很快。没错。对，然后推完就跑。所以经济其实落后2000呢，如果你跟春季赛的 S9 比起来，算是蛮大的进步了。是，效果是很好，而且打的是台北真战队哦，就是在夏季赛其实状态很不错的队伍。那上半部的话，尤其是以 counter 这条线 ，Nonet 目前状态也是非常好，塔都可以快要拿掉的情况下，其实 S9 投资就只是转了一个方向嘛，在中下半部基本上是不蹲等，蹲点的，是交给了阿拉西往上半部做进攻，现在还要抓一下 Rock， 交了闪现的阿拉西，这一波无极风暴被 Rock 的闪现给拉掉。他没有血池吗？他扛塔扛到他一滴就倒哎，可能不需要交吧。而中路随即也是一波的进攻，中路台阶敲到了 Casper 在左边的位置直接被链斩爆发给爆死。而在中路发生惨案的同时 ，S9 选择上半部继续蹲点，一定要杀下 Rock。我觉得这个有机会被秀哎，因为两个人都没大了，我还是选择拉开。是 Uniboy 也来了，那这里这波包围网，就使得 S9 是失去了自家中路。就是去支援的辅助，这个塞恩老扛了，哎，要躲掉。这是小 B 在下半部成功躲掉了对面的一个 Q 技能，而且想要再次的强杀阿星吗？阿星开车要走，但直接被闪现的恩索挡了下来。再一个壁咚，不过远方将有黎明之影来自三大的大绝，支援了阿星，让他可以活下来，继续在塔下发育。哇，他扛住嘞，而且他也不回，再来举一下。是，但没魔了，只能普攻了。这里龙出喽，看一下这里 JT 要不要拿。壁咚，这边空月是看到对面走过来，对亵渎直接交了闪，下半波还在 A， 开始比有剩一滴血，但这里就是一个贝特与阿拉西分身过来直接抓到，用自己的棒子把小 V 给击杀了。你还要追吗？其实下路中路线都没有状态啦，而且中路刚被打闪，也不能再过来了。是。所以这里就算小 V 目前死亡，但看起来台北战队还是有望可以控制小龙的。可以等小 V 出来，或者是 Uniboy 这里 TP 过来就直接开。但我得说 S9 他们玩到这个组合是信心爆棚哎，他们完全不怕被虐塔。我死不了，我真的死不了。而且重点是，JT 这里也真的是一直疯狂的针对，但就是伤害没办法，那个塞恩真的坦度是有点夸张的。哦，不过一波转线哦 ，Uniboy 现在是来到了下半部，直接把下路的塔给拆了。对，但没事，我觉得右边还是在做他们原本该做的事情，就是他们还是玩自己的，继续对线。你今天怎么压我无所谓，你怎么塔杀我无所谓，反正我就是浓我的，继续发育，我们就等后期到来就可。现在是输大概3000，是，应该都是输在中路位。我觉得可能这条抓小 B 嘛，小 B 是没有双招的一个分身露头的情况下，狂风之力，小 B 直接走。哇，悟空好像露出来了吗？他这个分身好像，我觉得那个距离有点远了，就那个远，而且就算真的R到了，感觉队友也跟不到。是，刚、就是、夹击了两个人，这个伤害估计也没有到这么完美。我觉得就是一个尝试啦，也不是不行。然后这边要拿这个预示者嘛，因为但赛勒，因为赛勒是刚 TP 下去，所以知道赛勒这边是慢到的，直接开。是，但台北战队人员还是有意要去做一些碰撞的、哦，人员绕点，船长甚至是走了一个比较远的方向，想跟队友汇合的。空月尝试走进了草丛里面，同时竟然是偷了三大的 Uniboy 来到了战场。撞到了本尊塞恩，阿星不得已交了一个闪现，还是被运营中炮给盯住。Uniboy尝试的进攻，搭上 Rock 的一个大绝，后面是闪现过去的空月，从此台阶敲到了三个人，但队友跟不上，这是一个地龙龙魂的地形，没办法走进去，很无奈。右边来了阿拉西，绕到了后排，直接转了四个 A 残的对面，有机会直接击杀吗？他可能吃了一口，但小 V 出来的瞬间可能要撑不住吗？这个推，在右边的位置想 A， 但正面 S9 已经杀了出来，打上了三的伤害。S9 这波团战大赢了。哇，阿拉西这波好猛，他是一个隐形过墙之后直接开，然后正面的三正反的直接撞。哦哟，那个轰隆的声音比较大声哦，好像很建设哎，这一波冲进去。原本是塞恩被打残嘛，所以要退了。但 JT 这边空月进场的位置虽然有定到对方，但敲大绝的位置真的因为那个地形的限制，队友是跟不到伤害的，反而被 S9 这个可以抱团打的阵容，就是慢慢打了进去。刚刚三娜跟阿奇尔的这个输出位置都太好了。后面虽然预示者是用 Uniboy 劝退，但这波团战 S9 可以说是信心大增了。这里就是打all in 的塞恩嘛，但塞恩的坦度就摆在那边，塞恩这边也是去帮挡的，就是他做到了这个他该做的事，他做到了。然后后面就是往后拉扯，这里其实真的要陆续跟到伤害有点难呢，因为你看波比冲进去的时候队友完全跟不到，这个地形很痛苦哦。对，然后后面就是一个拉扯，然后悟空直接一个这个 W 过墙之后直接开进去，然后搭配正面的队友。直接再撞进去，这里塞恩好像有开车，也再撞进去。我那个 CC 打满，然后 C 位
上中下三个人完全都没有被限制到。没错，哇，那是把小 B 这个孔子刀是输出点也没办法站稳。不过画面回来，他的战队回头吃下预示者。哇，但是这一边就经济有拉近嘞，原本是输三四千嘛，现在只输到2K 了。是，对。这里要直接往上去摆哦，而且要看一下血鬼的发育。血鬼这里飞起来的话，其实左边是挺难玩的。是，他的发育其实不差、哦，不差。他的刚刚的那波团，他是所有的助攻都拿到。没错，现在他也是唯一在 S9 里面发育最好的人。哇，这里想锤走吸血鬼、哎，再拿一座塔。哇，很暴力耶，很粗暴。不过配合不错，不过在另外一边的话 ，S9 人已经集结了过来，啊、先抓到的是恩硕。恩硕残血的情况下，一口铁回了一点血量，但另外又是阿拉西的闪现开战，撞到小 V， 直接进场控制恩硕倒地的同时，小 V 也被击杀。后面位置 Rock 也被留在原地，这宰狗区动弹不得，直接被击杀。上半部的位置，日本想杀血鬼，但随着自己下潜之后起来的瞬间，杀当掉了 Uniboy。这边 S9 带了这么团，一波一换四的团战。我在 replay 要看一下下半部，恩硕跟小 V 好像直接被开到了，因为画面带到的时候，恩硕已经是敌血，然后小 V 是往上拉。在往上拉的过程中被悟空控到之后，直接接着塞恩的车加上 Q， 完全不能操作。那上半部的血鬼虽然装备没有塞到之后，但他能够拖足够的时间等到队友来，所以他们拿下这波团战，而且推到这个塔，经济要拉平嘞。完蛋，出大事了，好像出事了、欸，点数出事了。下路这波是怎么了？哇，被这样蹲到吗？缓到，然后取斧举到了 ，CD 控到。恩硕基本上就没操作到，就血量已经对，然后这边往上打嘛，又是一个阿拉西的进场啊，这个悟空进场直接去留住对方的 C 位，然后正面的车，因为这已经是个窄口了，小 B 完全没有办法有空间去扭。是，另外一边 Rock 被卡在中间了，他是闪现自己进去，哦，然后动不了，动弹不得。嗯，大家要知道啊，这也是一个交通的这个宣导，这种小巷，哎，这车子过去很危险的，此路不可进。没错，很危险，大家要小心这些小巷子哦。哇，那这个龙感觉右边可以来打嘞，他们现在是经济没有落后太多的，而且他们的前排左边打不动。是，这个时间点，光开战的伤害差距，台北战队是补上的。哇，那个血鬼直接开课了，他直接上课嘞。哦，想读书，台北战队这时知道，哇，好像老师在场，人溜了。波比有梦想吗 ？I have a dream。那好像没办法哎，他掉了，可能八楼也要没了。有 dream 吗 ？No， 选择走了。哇，那断刀龙魂对 S9 来说是大优啊！塞恩再赶紧 TP 过去守线，来了一个塞恩，不给玩哎。是 Uniboy 没胃口了，看到是塞恩过来了。Uniboy 打他其实会痛，因为他没有模仿，而且他左边是李安佐嘛，但真的是也看到这个塞恩是连交流的想法都没有了。是，这打他也是吸取伤害，浪费点时间而已。不如继续的发育，这边回头去野区里面了。另外一边 ，A 九在分队，同时台北战队也赶快的想找寻目标，现在有点拖不得了。有没有的发育是真的拉起来了？主要是亚菲利欧的发育太落后了，尽管塔杀过蛮多波，但他都只拿到助攻。没错，而且刚的几波团他是完全没有玩到，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他 CS 并没有拉到很高，反而是上路的那个血鬼，尽管好像有被助了几波，但没事 ，CS 还是很高。是一个006。看血鬼第二件会出什么吧。是哇，这里小 V 走进去的同时，阿喜准备要开战。大家看的目标其实恩硕，知道恩硕想救小 V。随着恩硕小 V 位置一分开，小 V 必须交闪，恩硕还没有逃离范围，就在白盾没开到的情况下直接被击杀了。后边位置虽然是来了一个 TP Rock， 想要帮自己的辅助报仇，但点筒这拼不过谢多多。哇，那这样台北战队中路直接失去一个辅助，那野区的视野要准备沦陷。而且重点其实不是这个辅助被击杀，是小 V 没闪了。小 V 这波没闪的话，他下一波团感觉又不能玩嘞。血鬼跟塞恩会直接盯着他，包括悟空都会盯着他开进来。那坦肯吉救完之后出来，就算有很大量的护盾，也是一个死人哦。基本上没什么办法能操作，因为主要是他也没伤害。没错。甚至 S9 现在可以把目光都直接放在船长跟塞勒斯身上就好了。这个亚菲利欧暂时不构成任何威胁。是，第二件装出来了，但还差一个穿甲装。他第二件感觉要直接多米尼克，他出收集者打这个塞恩就完全是在抓羊。是，但就是第三件才补吧，现在就是赶紧。第三件好像有点久哎。确实，现在这种这里要把野怪都给他了。没错，发育得拉起来。现在小 V 是唯一可以打出穿透效果的人。感觉目前左边团战得靠上中野发挥了啦，因为下半部这两位目前。对战局没有什么影响力。没错，就波比看团战可不可以把就塞恩吧，他很坦嘛，顶在前面把他敲走，让他们右边少一个前排的话，其实
阿奇尔跟三娜的输出都会很受限的。是，瓦信也没有排空，边帮排。但其实在 S9 侧面还有一个眼睛，现在状态是台北战队想走进去都很痛苦，因为只要进入这种小巷子里面都是 S9 的天下，这里偷悟空大学。但因为对方有阿奇尔的话，其实 Uniboy 真的要贴到后排的难度是很高的。没错，而且还有三娜跟赛恩，这整体的保护能力是真的强。你该不会要拼巴龙了吧？逼个团吗？吃的速度有阿奇尔应该不算慢，但这个血鬼的血怎么逼啊？但他也没事，他们就其实是不会掉血的。他们这个组合吸一口又是我觉得他们是要逼团哎，等到对方到那个窄口，赛恩要直接开车了。是，蓝色的视频眼罩到空月师开启了大绝，但随即是被阿奇开战了，利用自己坚定不移的加速，虽然被三娜给控制住，但还是可以成功的撤退。同时当然还有一个 Rock 的大绝是限制了对面，在另外一边阿奇再次的进攻没有开到。再开吗？再开吗？再吃！我不会掉血，我不会掉血。真的要开吗？这里波比的状态不好哦，这里过来可能会直接被秒的。是尝试的绕点，为台北战队再给一点空月的视野，让他有恰当的时机可以进去投巴龙。这波 S9 的状态可以扛住之后一波闪现进来，但谢多多有反应到，开始大绝回推，波自己也残了，在后面拉在后面打，但巴龙在帮兔前面的位置是恩硕救了 Uniboy， 往右边直接撤退。这一波利用了骚扰，让对面巴龙吃不得。这样子 S9 都不用死人哦，这是传说中的那个吗？ S5 的大难症，一直回血，一直回血，你帮我补血，我帮你补血，顶在最前面。这个阿奇尔这个金人完全背得掉对方的伤害，然后最后 Uniboy 是恩硕吞走，不然他是得倒的。那这波就是一个 B 团嘛，那没事，打不完我们就去打下面那条龙。是，我们的持久力就是这么高，又是那个大难症吗？台北战队一直打，但打着打着对面的血一直回复，好像有水龙一般。主要是 AD 的伤害不够啦，然后刚刚以目前钢普这个装备的出法，其实他的连筒好像没有暴击，也没什么感觉。他是为了活命出的装吗？对，他这个打边线会很强，因为阿奇尔跟血鬼都是 AP， 是他是在单打线上不会死，但真的到了打团，他的伤害也是比较低的。没错，哇，那这里 S9 有着发育的机会，而且下半部。这小龙局有望再次掌握，不过台北战队似乎不想放 ，Uniboy 利用了扫眼开进了对面的蓝 buff 池子，想要打一个绕背了啦，正面感觉好像真的顶不住，那对面也来了，对，但这里有抓到对方绕背的话 ，S 就在慢慢的把那个视野踩回来就好，而且赛恩这里是有 TP 是能到的，他感觉可以补装备，刚打了那么久，看起来想要补第三件装了吗？没有，他补了两根红烟，那他是一个，他挺穷的。但他知道要补红眼，非常赞了。这里直接开，但这里如果没有限制悟空的话，变成一个五五中哦。是，在右边位，台北战队将小龙拉到了比较靠近自己的那一方。S9 人也想包围过来吗？但阿且在中路推线，不过悟空光走过来就把小龙给吃了。右边位置，那血鬼怎么了？是上半部的 No Name 直接被击杀了。恩佐闪现点想留的阿奇一个分身跟着队友溜了。这里可能 JTeam 要试试看吃巴龙吗？但以这个巴龙速度，亚菲利欧的装备不太好哦，虽然是绿白刀。哇，他们吃巴龙的风险是有的哦，因为这个巴龙有点痛啊。没错，如果有人进去扛的话，那外面的人可能要被击杀的。红月转了一个大，是敲走了阿奇尔。敲他干嘛？看能不能推个塔吧。这个推塔吗？能推吗？顶在前面。那这边是直接要来打了，冲进来。你想推又是个金城。推到两个，连带塔，这边有队友拿掉，同时要拒绝进攻。三娜消失的瞬间，台北战队想继续的晋级，但交出了闪现的阿星就有机会在二塔跟队友继续汇合。这波感觉就不能吃巴龙了，因为血鬼要活了，所以就只是利用一个波比的大绝把谢多多打走之后，拿一个人头加一个塔。但龙还是落到 S9 手上，跟阿拉西很轻松的就这样子隐形过来，然后按个重击就跑了。他就跟这对面这个应该跟三娜一个合作，在对面的眼前直接中走了巴龙又溜了。对，但比较可惜的是 No Name 刚在上半部好像他突然遇到一个人，然后他跟他打起来，然后他打输了。没错。对，不然其实这一波拿到龙之后，反而是 S9 可以先踩回中线，然后给中线压力之后再逼巴龙的。是，但台北战队也是很努力哦，在对面失去一人的情况下，把中路的塔给拿掉，还多换了一个山娜的头。血鬼老师早上下课了，凌晨。啊，也是，现在是暑假，你知道吗？暑假了吗？暑假还上课。有点痛苦。要重修啊，他现在重修啊，从第一页开始看啊。要重修。对，重修啊。重修没过怎么办？再修。再修啊。哇，这把很努力哦。那没事，接下来可能要真的逼到团也比较难，是，那就是看三分钟的小龙，或者是 S9 有没有敢这个去碰这个巴龙。没错，对，因为以目前的装备，我觉得小 V 过得还蛮舒服，因为至少在这段时间他都没有再被逼到任何一波团战。
然后他默默的已经快把多米尼克问候掏出来了。是，这发育的时间点，台北战队是有握准的，等着在后期亚非利又可以切动塞恩的那个时刻，台北战队就终于可以直挺挺的站出去了。没错，现在就是只缺小 B 的伤害了。等小 B 的伤害起来的话，这一天就可以反打了。是，现在 S9还是相信着希尔鬼跟阿奇欧，所以他们也不急。我觉得他们现在也是尽可能先以发育为主。可是这个血鬼出那个叠书，让他的装备就现在卡的有点严重。看左边的船长，因为他还有这个赌神，因为他已经三件半。但血鬼出的那个叠书，他现在实质上凌晨的叠书，他现在就是两件大装。是，然后这伤害本身要去加到后排，直接秒杀亚非利欧的话是相对困难一点。然后包括中路也是，他也是在第二件就出一个惊人，所以他的伤害量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尽管 S9 的前排很硬，但他们自己的伤害也不足以去杀死 JT 可能前排的人。是，哇，这里继续的骚扰阿星，一个巨物毁灭。哎，这个没举到，想留下空月。空月目前对于对面来说也不算硬，毕竟都是以魔防为主的一个出装。阿奇尔这里回去，哇，那个魔穿棒还没出，所以可能还要再等一下。是，这把他对线的 CS 确实前面有看到嘛 ，Uniboy 的赛斯是有做到压制。这个三大不知道几层，其实他前面应该捡到不少灵魂，他的击杀参与率目前是100%啦。是，但他前面其实对线死亡次数比较多嘛。我觉得是他站位上面的问题，就是他会站在一个很特别位置，或者是说他们下路线就是。头很铁，就是绝对不回那一种。哦，98层啊，98，快100了，那快达标喽。哦，100层是你个人的一个心中标准、是吧？100层就是三大完全成型的时候了。是，那就是等一下了嘛。对，在2层嘛，很快嘛，中路两波兵就差不多了。没错，那这里就是 S9 在做发育，同时另外一边穿透装。小 V 还是有机会补出来了吗？唱 recall。一分钟那个龙是关键了。就是等一下打团，但这个龙左边一定是可以接团的，因为小 B 三件套了，然后连钢斧都有一个小俄语在，但关键是那个重疾啦，就是还是要按，不能再 miss 了，对，不能再 miss， 因为其实如果 miss 掉 S9 是可以拉开不跟你打的，是跑得很快，这左边的 CC 量本身就是稍微少一点，他往后放个鬼，或者是你如果JT 往 S9 脸上冲的话，谢多多他也是可以把人推走的，没错，所以就。现在对于台湾战队来说，就是龙一定要拿下，甚至在站点的位置要抓得很好，或者是拼团打赢，但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压力测试，这个他们的伤害到底够不够了。没错，因为不管怎么样，赛恩还是两件，基本上是两件半的坦装顶在前面。是，那看起来穿透出来后，一定是有它的效果。哎、欸，没错，现在是打这一个赛恩，台湾战队是有可以切的本钱。但现在三娜跟阿奇也很痛，所以。两边倒前排的速度其实就是在看谁先倒而已。没错，空月在下面偷偷摸摸的把这河蟹给拿了，这里重疾又赶快跑，一样的位置，就要再来吃一次这个正面的决胜嘛。但台北战队先抢好了视野，而且船长直接正面 TP 下来，想要 rush 小龙 S9 人员。步调比较慢了、哦，阿奇尔选的是收了一个兵线，所以他慢 TP 下来。但猴子还是能按中哦。又来了一模一样的画面，这次台北战队依旧将小龙拉在比较靠近自己的位置。波比打起了自己的大锤，锤走了悟空，这次可以稳定拿下了小龙。那个拉开喽。也限制了 S9 的成员 ，S9 很无奈，四个人往左边，只能继续往中路压线。那这一波 S9 要了小龙，还想再打吗？继续的推进，而台北战队人员有没有要切下呢？双方各有犹豫。在河道边稍微过了两招，哎呦，这个电 ！Uniboy 想做一个操作，抽了一个大往前做进攻，但对面是亵渎，直接盖了一个塔。Uniboy 选择左转要打 Casbio， 交了一个闪现天际 ，Casbio 能跑吗？链斩的二段，好痛，打出伤害，让 Uniboy 有下次往前滑的机会，靠一个 solo 往前再挥，锁链链到中拿下了 bubble， 在塔前交出惊人，跟三人对打，回那个血没有死，而在上半部的位置被抓到的阿拉西。最后是被一个被动的丢盾给击杀，这波 Uniboy 靠自身一人打出了优势。哇，那好像要被 Uniboy 拿下这场嘞！我得说，他一个人追着对方的双 C 在扁呢。锤烂之后，队友可以来吃巴龙了，稳稳的吃，因为对方剩一个塞恩了。没有想到，在塞勒斯这一波的进攻之中。S9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的，有点突然呢、欸。就是他是偷了血鬼大绝，然后冲进去把爆爆伤害打完之后，重点是他每一个 E2 都中，所以一直黏着对方的后排打。而且他在里面看出来，刚刚那三个人的伤害对他来说是不足为惧。我们再看一下这波，这个其实悟空，我不确定他有没有 W 他有 W 跟闪击，他可以躲掉波比这个大绝，但他都没有按，所以被敲走的情况下，这个龙是绝对吃不到的嘛。那此时 S9 是一定要往后拉，甚至要去做这个巴龙的视野。但后续看到阿奇也回去盖塔的情况下，这里其实 S9 好像在人员的分布上有点分歧了，还是想打，有点想继续。因为你看刚普朗克根本完全跟不到，然后这里是
有人跑去吃兵，然后有人要往后退，反而被 Uniboy 切了进来。原本S9 这个阵容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前排的坦克可以让对方无法进来，但那个猴子、那个塞恩全部跑去吃兵了，所以后面直接这个后门大开，直接爆炸。哇，那这一开，这是分崩离析啊！那是炸掉嘞。原本前面很多坦克啊，那个坦克嘞，那个城墙嘞。城墙好像都倒了，城墙会跑，然后那个巨人就插进来了，完了，完了，这是第一集哦，不要再骂了，各位，哇，这里下半部塔已经可以成功的推进台战队，很轻松，有这个巴龙就是轻松推了啦，哇，这里靠塞勒斯一个这个竞技的锁链，我也是靠塞勒斯吗？我也是靠塞，他是抓到了。刚刚突然两边分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里直接冲进抓了一个机会，现在利用巴龙上下两边的推进，下半部没人守，阿拉奇过去的同时，下路高地已经掉了。而且中路看到悟空的时间，台北战队也可以往前的压进，这推打速度之快啊！右边很想帮忙去捡一下小兵。不过阿星一举斧就直接被空月给推掉。小 V 这里可能要用一些红刀吸一下血哦。刚刚在压塔的时候，站在一个 Unify 位被戳的蛮多血量的。现在还有全新的 Unify 位了。预判闪吗？空月预判曲被巨斧毁灭给锤到。救走。他救了一下，但 Unify 还是准备进场。这波队友都退，他单一个人准备往前做一个进攻。用链斩继续留在了前面，右边的位置已经开始收割是亚菲利哦。小 V 已经拿下了一个 double。随着来是台北战队的一个反打，陈武将这边四个人都给击倒。哇，那好像结束嘞，倒了四个人。那这里比赛要告一个段落 ，S9 非常的努力，撑了很久，但非常依赖台北战队的后期，还是由他们掌握一波零换四，让 S9 准备吞下属于他们的第十场的败仗，而台北战队来到了8胜3败。哇，这一把真的是 Uniboy 在开秀，他最后一波。应该是刚讲说，这塞恩的预判局斧，他可能也是有点运气成分在啊。那个波比海哥斯闪现出来之后被举到，此时他感觉就把他救走，然后 JD 的人其实要拉了，但 Uniboy 就还是冲回去推了三个，一推，那会战就结束了。一个人开始操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台北战队那时候在这个卡特出任务的访问，还是那时候有特别去找到 Uniboy 有一些这个话嘛 ？Uniboy 就是从 LPL 回来嘛，稍微来。操作一下，操作一下、这把直接做到，这把是真的秀烂哎，从中路秀掉对方的这个两个 C 位，然后刚刚那一波也是一个一推三，会战直接结束，没错，就大家要走了。这里他是没有预判啦，就是有一个眼，所以他看到那根波比要过来的时候直接举斧，然后举起来，但伤害有点低，而且加上有这个队友的保护，是直接拉开了，没错。然后重点是什么？后面直接拉到之后推三个，来，哇，这里 Uniboy。一瞬间将对面的阵型再次的打乱，而且他被推的过程中还拉了回去，是他的锁链直接卡在了对面的脸上，做到了一个完美的收割。这把我看下来，那个 JT 有给我那个 Gory 一个人 carry 整队的既视感，是 Uniboy 这把也是秀到不行。就现在赛勒斯的这种操作，在目前的版本看起来，如果你是真的ID 队的队友这个人的话，哇，那你这个发挥能力是非常的恐怖的，就是自己可以玩得很开心呢。没错，一波血鬼大，一波阿奇尔大，好像玩的都比对面的好。是靠两波哦，就他拿了，然后他就是还是可以继续用，然后比对面好，对面才是盗版的，我才是正版的。对，就是哇，这一把其实中间一度，尤其是 S9 断掉对方龙魂，甚至偷到第二条地龙的时候，都是风向快倒向 S9 这边，但就是中路那一波被 Uniboy 队找到机会。没错，其实这个就是选手自己找能力的，算是实力啦。是哇，那 S9 的话，这把我也只能说非常遗憾，因为就你有提到，就他们的阵容其实是好的，而且中期的把控，几次的团战，他们打赢之后，其实那个胜面就高很多。但后续的话，其实小龙一直都被台北战队给掐住。我觉得他们的后期有三娜、有血鬼跟阿奇，后期是绝对不烂的。没错，甚至他们在中期其实已经落后三四线的情况下，他们团战都能够打赢的情况下，这个拖到后期，他们绝对是在巴龙给到压力，也是会给到 JT 或者是物件上面压力，但就真的是。可能在沟通上吧，就是突然就中路那一波，大家前排跟后排突然分散了，所以才被
Uniboy 找到机会，这个也是他们可能后续要去可能比较检讨到的地方。没错，其实前面都爆得好好啦，就他们知道这个团怎么打嘛，就全部五个人抱在一起打就好。对，啊，怎么会突然有一波分开了？是后面就大家有人要推塔，有人要、有人去吃兵啦，然后有人要回家了这样。是这一波整个人一分散的瞬间，就是塞勒斯这里好好突进的机会。没错，就给到对方冲到后排的机会了。没错，那这场比赛台北战队打了看起来是比较艰难的，但靠着自己本身的实力，还是将这场比赛给稳稳的拿下。那 S9。不论怎么讲，就这场比赛虽然是落败了，但依旧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肯定，打的是非常漂亮。这个阵容跟 BP 的一些这个对决，我觉得这个选手啊，然后包含教练变成选手，做起来是相比春季赛更加的精准，打的也非常精彩。但我们还是要恭喜的是，台北战队在35分钟取下了这把比赛的胜利，而 Uniboy 一个人打出的是对面将近多一倍的伤害，将近是哇，这个有点可怕。然后重点是，我觉得 JT 他们找能力的机会，这就是一个可能。强队打弱队，他们优势的地方、啊、是就是比较会找到，可能就算逆风了，他们还是会找到一些破口去打。没错，让我们恭喜的是台北职业战队，来看一下 MVP 交给哪位选手？当然是 Uniboy， 太神了，这把真的是靠他救回来。就是基本上每一波团都是由他去开，因为其实以左边的阵容能开团的人也，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因为甘普大学就是还人，然后亚非流除非你越云这么重。但怎么打都只会打在前排上面，你控制不到后排。但就是因为那个几次的这个突入后排，对，才让这个战局有了变化。没错，要不然在正常来说，就像六弟提到，右边这个阵容，你在后期打一个正面的团战，台北战队是不一定会赢的，因为他们摸不到后排就没有用。那个三大会一直补，然后血鬼他也可以找机会切后排，然后包括阿且在正面一直插，就是两边倒坦的速度。可能在 S9 这边，他的赛还是可以顶得比较久，因为波比毕竟他的坦装的这个坦度还是相对弱一点。没错，哇，那这场比赛又是由台北战队取下了一场胜利，也是今天这三兄弟齐心啊，每个人都打出了一个很好的效果。那当然，后续的比赛会不会更加的顺利，我们是好好期待。而第五场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对决，因为双方在上一次的交手也是以一个比较意外的结果。让大家就是包含粉丝们比较惊讶，所以我觉得在下一场比赛会是特别的关键。我们这里要先稍作休息，回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了。